小伙伴们，别划走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，迷你世界中的狼群已经被删除了，你们以后永远无法再见到他们了，请为他们点最后一个赞吧。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狼群，只要我们人类不进攻他们，他们是永远不会主动进攻人类的。他们非常的友好，并且我们可以使用骨头把狼全部驯服。被驯服以后的狼会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永远不会进攻我们，还会帮助我们打坏人。你手机表情包中最伤心的表情就是此时我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但是你们也不要过度伤心，因为当狼消失以后，官方大大会请出一个新的动物来陪伴我们，它的名字叫做狐狸，它也最喜欢吃肉饲料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狐狸是可以使用兽骨将它驯服的，它的习性和狼是一样的。你们看，我使用了一个兽骨就驯服了一只狐狸，这只狐狸它也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陪伴着我们。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打出小狼再见，和我们的老朋友告个别吧。